士的波波猫，我今天是 Strawberry Princess 草莓公主。为什么草莓公主呢？今天要开箱的是什么东西呢？是迪士尼系列的乐谱。接下来他每出一本，我就是要买一本，我一定要全套给他收集起来。大家上一集吉卜力还没有看的话，一定要去看一下，可以看他们怎么样把古典音乐作品植入迪士尼这个旋律进去。你不觉得真的是天马行空，脑洞大开，让我真的是食指大动。迷你鬼藏。好了，废话太多了，我们现在就打开第一首 B B D B B D B The Magic Song。序曲吗？总之他有一首作品就是非常非常像这个的格局，前面先一个慢的，中间后来一块的，后面又再回到那个慢的主题，写的真是非常的像巴哈。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巴哈的是一个复音音乐的作曲家，另外这首不会是伴奏，它等于是两个旋律线同时进行。如果你跟姜老师一样，就是右手比较厉害左手比较弱的时候，就会怎么样？就会绕链 ，OK， 绕 side story。你看着右手，你就忘了左手；你看着左手，你就忘了右手。你想要 take care 你那个不成才的左手，但是你办不到。接下来下一个，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，叫做 It's a Small World。它也是台中广山收购百货公司前面那个钟，每一个整点都会有娃娃出来跳舞。我们来看看这一首是什么风格。
这边我再整理一下，到底怎么会写成这样？我觉得纠结过头了，就是你们知道以前古老的综艺节目都会有男女对唱，然后一个人要分饰两角，就是一半男一半女，所以就会这样李西江哇西桑，然后他这边就是哒啦啦啦哩啦哩啦哒啦啦啦啦，他的方向性不明确，他只是一直不同的和声上面复制贴上，我觉得没有特别有引导去哪儿的效果。接下来下一首叫做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Dreams come trueDreams 本来想要祝你们美梦成真，但我觉得看起来这样子你们是会噩梦缠身。也真的是很酷哎，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弹古典钢琴的朋友呢，当你拿到这本谱的时候，你真的会觉得很有趣。你可以把你所有古典的那些技术跟技法，还有你对古典音乐的那些了解，放在这个上面来诠释。接下来这首有多可爱 ？He is a pirate， 加勒比海盗，他是用什么风格？笑死，贝多芬的六光奏鸣曲，真的要笑死。Thank you.
这样你会想买回家玩吗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那不会想要的也可以留言告诉我。接下来下一个是 Someday My Prince Will Come。这首写的真是好哎，它的和声也写得非常非常非常好，不得不说这首好难识谱，因为它的左手就是真的像肖邦又喜欢很喜欢这种大跳，就是其实识谱上面是有困难，再加上原本是五个降，肖邦很喜欢在很多的装饰乐段当中加上许多的临时升降记号，然后还有半音的效果，对于我刚刚能够从头走到尾这件事情感到
我们大家听一下和声，所谓的和声写得非常美是什么意思？它不会听起来好像是让你能够预测到，而是当这个和声出现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哇，它有一个变化性，而且是你意想不到的，它有一个新的色彩出现，增加和声的复杂度，听起来会更有品味，更有纠结的情绪在里面，非常的厉害。再来呢，下一首 Oh My God， 这一首真的是 Oh My God 了。我跟你说 ，Under the Sea 这首曲子，你在小美人鱼里面听见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很活泼的曲子，但这首曲子每一次拿到改编的谱，都会变得超级困难。他都把音给他填到满，海底朋友们显然又是太忙。跟你讲了，我们的海洋生物朋友们真的没有放过我的意思，所以就是，李斯特，请降临在我身上吧！真的不要这样子，因为这样阿拉丁变得很油哎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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